上看海，海鸥相知。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，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。这是在这个阜城服务区这里吃饭，请不要随意乱丢垃圾，请将垃圾归进垃圾桶。是件大事，促进您工作，是您的安全。也没那么堵车啊。那抓什么东西？看一下抓什么东西。哎呀！